的话，绝对有它的好处。是不是风大，风大一吹，就没有办法做浮水。他们就像红色组，现在不是说，就把你手一路顶着难受。你看那警察的，没有该骑下去的话，在那边就不管他，第二站下就慢慢下去了，是吧？是这样的呀。第一站呢，就是从三六环在那边从他后面到这边。好的，明天好，明天好，明天好。